轻轻落在我掌心，轻轻在掌中结冰。好，你好，相逢时间是如停。与快乐家族仅一步之遥的李玉公公，用19部作品重返快本舞台。李玉现场演唱主题曲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明明快乐多安心，假装那只是欣姐看到这一幕触动感情哭了。每个人都有不容易，学会感恩，大家都好不容易，就好努力，对不对？对。